这个芋头我已经切好，中间比较松的部分我切的比较大块，那前面头的部分因为它比较硬一点，所以我切小块一点点，这样比较好蒸。我现在倒入水，削多少芋头都没有关系，例如说我今天的分量是500公克，那我就放入大约750公克到800公克的水，你只要像这样子把手压下去，这个水面高过芋头大约1公分或1公分半都可以。水不要加太多，你不要加，譬如说超过2公分或3公分，那这样这个芋头的味道就会比较稀一点，就不会这么香。我今天是蒸500公克的芋头，所以我用大同电锅6人份的内锅。但是如果你一次蒸更多的分量的话，你可以用大同电锅10人份的内锅，这也是可以的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电锅里面去蒸了。我现在电锅里面放入一个蒸盘，如果没有蒸盘的话直接放下去也可以，或者你要放一双筷子代替也可以。外锅加入2杯水，盖子盖起来，开关按下去，等它跳起来以后再焖15到20分钟。这个是头的部分，通常它比较不容易蒸熟，它也是很轻松可以刺过去，可是它已经熟透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放糖。这个是红砂糖。轻轻的推，红砂糖我们可以分次的加入。这里面大概是85到90公克的糖，如果你喜欢更甜的话，你也可以事后再加入糖。我们可以试喝一下，这是35公克的米酒。放一点米酒下去会增加它的香味，让它稍微均匀的跟芋头的味道融合在一起。嗯，现在我闻到的都是那个米酒还有芋头的香味，好香啊。现在这个糖跟米酒它还没有完全融入这个味道里面，因此我们现在在外锅再加入1杯水，盖起来，开关按下去，等它跳起来就好了。看起来又松又软的，这个米酒的香味还有这个糖分呢，都已经炖进这个芋头里面了。
再试喝一下这个甜度。很好。那如果你觉得不够甜的话，你也可以再适量的加一点点的糖。如果喜欢酒香的人呢，可以这个时候再加一点米酒也可以。好，这蜜芋头已经煮好了，这样热热的就可以直接享用咯。那如果你想要吃冰的，也可以等到它放凉以后再把它放到冰箱里面，也会很好吃。